修改衫的人客一个接一个，赶时间呢，搁爱马上呼人。嗨，你好。车边哪里？车边哦。哈，阿你买芝麻客？哪里啊？我芝麻客。啥鸟？我呀，你哇。只盖一点嘛，遐收一挂，虽然雪箱拢无订单，只侪人客都是伊的学生。过十三当前的相片是伊做彩虹老师的第一年。啊，这个我啦，叫阿婆，迄个我知影，迄个刚好过十三年，我53年嘛。啊，阮第一届嘛，啊是我18岁，伊17岁，阮第二啊。当年伊21岁，彩虹是新娘的必修课。过早的时阵呢，阮婆婆就讲，你新娘若嫁过吼，伊就先揢只衫，甲你试验。伊就叫袂讲，来，你即个衫去搞甜甜的包包。啊！你这些你也袂晓吼，安尼做新娘来了，感觉讲安尼无面子。啊！我来学一个月而已，还就结婚了。伊伫大城这间彩虹店，哪做彩虹，哪教课，请用一个家。我先生较无负起家庭责任啊，我十八囡仔，教育囡仔读册啊，我一定爱拼到袂当输人啊。做甲迄饮食拢检查较顺落啊吼。啊！就讲，啊！规条都行路拢关门啊！你还搁伫遐车上，搁伫遐人派人来，你又惊着哦。彩虹车的声，车用了三个有感恩心的囝弟，经济上无需要伊烦恼。彩虹班也早就停啊，伊煞无休工。师姐年纪这么大了，说来也70几岁了，是不是休息不要做了？他都会觉得说，只要他有时间，只要他有力气。他辞职，还有这个改衣服，他都继续。搭着彩虹车的每一天，只有中昼休困，代代可以吸心充电。啊，看看嘞，啊，就坐在这休息，啊，就看这出安尼。你即马所谓电视台，敢那是咱搭的台最平静的啦。在当前，代代是一摆租借姻缘。明月照红尘啦，啊，带伊出啦，爱出吼，去做甲。这次嘛，做个足感动的，足好个啦。那个情形哦，佮喊我佮要收场。阮大儿子哈，看个看做医生讲，妈妈阿婆啊，我带你来花莲，足感动的啦。那个心被设置了吼，啊，但系佮有勇气讲招呢。入来做者了后，伊改变想法，婚姻无顺利，不再是伊人生的阻碍。吼，阮先生气干嘛？忧郁症足严重，那忧郁症是坐拢啊，心情拢无精打采。你看电视嘛，唔知电视个做哪，佮入来做者了吼。更加的把人生搁看较开啦，我找到了方向啦。以前我真的嘛因为看大一台一台啊，所以我想我第三个我一定要建大一台啦。干啥？为时只有用敢那钱，一点滴欠落来关注大一台，和人生的价值，唔那滴家庭的奉献。即马就是开始赚的钱，报喜报喜报喜，啊，更都有意义。